各位视频中的每一个信众，大家好，我是张玄成老师。然后我们之前的那个市民啊，叫做嘉义市紫竹市。那我们从今年的三月十五，也就是农历的三月十五，我们已经将近有三年没有办法会，这是我们三年，已经三年了。然后我们第三年也达成了母娘一直喜欢的一个愿望，就是到她已经买了很久的一个土地啊，这块土地已经有十年之久。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庙地做得更好。那为什么更名为须弥山寺？是因为须弥山就像一粒米一样，希望说一粒米养百种人，但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化器。我相信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转化自己的命运。那我在这创造这个庙宇的过程里面，其实我碰到了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走到嘉义县中埔乡以后，我发现我在这里闭关，但是也在这里我领悟到很多先佛给我的一些指示，然后也在这里碰到非常非常多的贵人，然后内心深处是只有感恩再感恩。那今天是三月十五，也是五路财神爷的生日，更是保生大帝的生日，也是我们千手千眼观音佛祖，也是我们创办嘉义市紫竹市每年一年一度的那个四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地方，就是中埔的石弄这边。然后这石弄的这个地形啊，我们很感恩的那个林老师，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女娲娘娘的地。这个地就像瓜牛一样，他具有非常非常大的财富，然后还有一个金蟾蜍的地方。到时候我会提供图让大家看到这个环境是多么的优美，而且是真的是兼具很多财富的地方。也有师兄因为他自己的负债，而在这里把自己的债务还清。我们觉得说感谢母娘一直很照顾了很多的众生之苦，然后能慢慢的解决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不愉快。其实上来这里，我觉得我的心情是平静的，而且很快乐。虽然是有背的负债，但是我相信我很快的就会走过这个逆境，因为这是人生的一个考验，我相信很快的就过去了。然后今天很感谢很多，虽然是我们只是在山上，但是也很感恩很多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法会啊。由于疫情，所以我们也把法会分作三天来做。那我们这一次的法会最主要的就是缴补财库，而且我们缴补的财库跟一般宫庙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是查你的先天跟后天的财库的不足，然后把它补足。所以就像你在刷你自己的本子一样，如果你不曾刷过你的本子，你到我们的宫庙来刷本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等待带香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啊。那千万不要生气，因为我们的财神爷或是我们的福德正神是很用心的，他就是想要把你的财库查得更清楚，让你更明了。缴财库的部分就是你欠冤亲债主的部分，然后补财库的部分就是你的现世库。通常你如果有办法去拿到的补财库，我要恭喜你的是，当你补多少，假设你是补了1000万，就是我们的现世库除以10就是100万，也就是说在短期里面你会得到100万的
现金啊，这是我们庙宇的一直出现的奇迹。那很渴望就是大家如果在财运上真的有了很多的缺失啊，也希望说你们到我们须弥山寺来走一趟，我相信上天也会很眷顾你的。我们最快的速度就是5天你会看到结果，然后最慢就是3个月年内你会看到你的结果。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把这一次的法会办得更轰轰烈烈。然后这一次我们也很感谢红灯行师团啊，带领了他们的团队，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办法会最多的古镇的一次，然后也最多的行师，还有最多的就是龙和财神的表演。然后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地灵啊开天辟地，我相信刚才大家一定有看到哈，道长在摆的一些阵头啊，都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一个挂阵。其实我也很好奇，但我也在从中学习。我希望说虽然我们这一次哈地天台也是碰到很多的困难重重，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天要给我学习的机会，我会更努力的把宫庙做得更好，然后帮助更多的众生走过他的就是比较辛苦的一段路。谢谢大家。通常在那个法会的摆设会跟一般不一样的就是哈，因为它有上中下界，然后在法会的时候，我们也通常会帮客人准备了一个每年一度的，就是开财的赠品。这个赠品一定要有3个圣杯才有办法去拿到的东西，而且它很特别，哦，大吉大利。我们每年哈，因为五路财神爷的圣诞，我们也会就是有补财库、补运，然后财库箱，然后就是一些如意啊，还有我们的招财符啊，很多客人都喜欢我们的招财进宝符，而且这个招财进宝符放在家里面很奇怪，它就是你只要放对地方哈，放对你的财位哈，真的是哈财运连连哈。然后我们还会就是摆设的这些层次的东西，我们都是遵照神佛来做。我们有36个就是点心宴，一般这个叫做南宫王宫摆大礼，我就会有这些东西，有三牲哈，上面有三牲，然后五果，然后我们的三珍海味，然后还有加上那个五谷丰收的部分。今年很特别的地方是，连这个煎饼。煎饼都有1万元的钞票，假料摩炭机嘛，没塞，然后会准备一些蛤啊，因为财神爷我很喜欢吃蛤啊，然后花生啊，还有我们所有的摆设也感谢所有如下众弟子啊，他们所捐的寿桃寿面啊，然后我们的福德正神还有五路财神。其实我们的五行道场未来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自己的宫庙宇，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宫庙宇跟一般的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会有庙宇的那个红嘟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希望说让神佛就跟我们一起同在的感觉很好，这是我要的。现在看到那个远远有搭帐篷的地方，是我们这次法会的那个财库间，也就是在我们上面问完财库以后，我们会在那边点钞的意思。点完钞票，因为我们14号的夜子时才会就是为财炉，所以现在还没把财炉的部分弄上去所以在那个地方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部分，就是补财库的部分。那块地是是我们可能法会结束未来的先做组合屋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后面这一栋房子啊，是一半是我们的，一半是一个李姓家族的，但是他们因为一直有心想要把它拆除，所以我们就可能必须把我们的神佛找到一个安置的地方，但是目前就是会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地方
当成是我就是暂时的置放神佛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主和夫的地方。然后我们希望说等一下我们去看我们的未来庙宇的地方，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个地。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中埔乡长李碧金今天的自证哈，花圈还有花篮哈，还有我们他待会会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古镇，还有五十五龙的表演。我们现在此先感恩他播控莅临，然后还有我们我们中埔乡民代表陈明哲的自证花圈，然后还有我们的石弄村长林冲伯自证的花圈我们的村长很热心，然后我们这一次我们的路况非常的不好，我们做了申请，他马上办中心还会帮我们赶快去力争，就是把我们这一块地赶快弄好。其实这个块地的马路真的是很颠簸开车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然后还有我们很感恩我们的石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涂丽美还有长坚叶明哲即全体里监事进证的花圈感恩你们，谢谢你们播控做了自证花圈来送我们须弥山寺，让我们须弥山寺的香客满天下，感恩。对对对，我们这一次其实本来我们是赶着三月十五号要办一个花海的，结果因为雨水不足一直让我们的那个花都被鸟的吃掉我们的种子，所以我们的花只开的就是微微的所以我们这次的花海应该算是比较失败，但是我相信我们会做得起来，因为有心就会成功，这是我的标语。因为现在所看到的地方就是我们未来须弥山寺的庙宇要盖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今天至天台也很感恩我们的周道长还有杨道长，还有其他道长一直来支援，还有我们这些里面的信徒一起来帮忙把我们这个天台做好很感恩他们。然后等一下我们的五龙五师也会来这里坐镇走一遍然后绕境，让这个地灵气能更上升。那也感恩我们在这里挖到了一个龙珠听地理师说我们这个龙珠代表这一块地是阴阳地，很适合就是盖庙宇，但是要不要能不能盖还是我要必须去县政府申请，然后很希望说他能顺利的通过这次虽然波折多，但是我相信一次会比一次更好。然后这里我们看到的前面的地方
三拜，团队行，宣告。感谢大家对过去的嘉义市子竹市的支持，然后到现在的须弥山市，那我们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带着全家来这里走走，尤其是疫情在户外走动总是特别好，来这边看我们的卧佛，然后来这边礼佛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有空常来。